是是。好的，龙哥，我最近啊，资金实在是周转不过来，你帮我给李老板说一声，再宽限我几天。哎哎，谢谢。 老大，你是不是该把钱结一下，把这分给我手下弟兄们？我知道了，再等等吧。还拖？你已经欠了我们弟兄一年的钱了，你要了？出去吧。黄明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，这是我们所有弟兄的意思。 你说啥呢？你这是干啥？是要造反吗？黄明，我不想杀人，我只想拿着钱就走人。密码多少？啊？嘿，密码多少？ 张律师找你干嘛？啊？啊？说，哈哈，我约了他到家里谈点事儿，我劝你还是把我放了吧。打发走。黄老板，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，你清楚的很。 还想骗我啊？密码多少？密码多少？你看，这你也听到了，我确实没钱。再说，不养你们这些人，你们现在这是要造反造位吗？黄明，你这个畜生！ 你能坐到这个位置，那你可是血统吧？哎，黄明，没想到你破事还挺多的啊！密码在哪里？说。谁？我也不知道。打发走。我有事，你明天再来。 谁呀？哎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帮我解开！快。
张律师，目标已解决。喂，张律师，我刚刚杀了我的丈夫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